包括周深，他们本身就是在那个。周深是我们严重怀疑对象啊！你们上一次就这么怀疑我，没怀疑错都没长点教训吗？他很像黄鹂鸟哈。是不是？唱一个吧，黄鹂鸟。我只是个人，我觉得肯定会跟你升婚的，真的不是，肯定是爱乐者。你们心中有没有想要转或者不转？太爱音乐的人肯定会转，我肯定是那不转那个。你转吗？ 你肯定得转，为什么？他不用转，他转不了，他不用转，他本身就是。他转不了，黄鹂鸟不转，他肯定转，他就是。我不是黄鹂鸟，我不是黄鹂鸟。你看多像黄鹂鸟，叫的不好听，你还说你不是？你这样要变尖叫鸡了，黄鹂鸟。你们两位的身份是长期潜伏在。 无音乐协会中的爱乐者，代号蜗牛与黄鹂鸟。我应该就是那只鸟吧？你是蜗牛。我不太适合这种太聪明的角色，我先走了。二选一，怎么又选错了？我害怕当女孩啊。